跟生病的时候一样，这么爱撒娇。你在做什么？脱了衬衣睡舒服点。你叶舒伟，你别耍酒疯啊！那又怎样？你没喝醉就给我起开！你乖啊，你先。起来，我就给你泡蜂蜜水，啊。今天的穿衣风格好像有改变啊。你今天的风格好像也不太一样。啊，这是我新买的裙子，好看吗？嗯。走吧。开动吧。是为了搭配服装吗？啊。怎么今天吃饭也开始淑女起来了？没有，我最近减肥呢。祝贝尔多小姐第一次担当主角，工作顺利。谢谢。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配女主角了，感觉什么事情都在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好。是遇见我之后才越来越好的吧？才不是嘞！遇见你之后，我的生活是这样。你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自己来。请慢用。怎么？车？啊。慢点吃啊，别噎着了。
吃的满嘴都是。怎么了你？心不在焉的？没有啊。你接到这个作品后，应该会变得很忙吧？可能会吧。这是我第一个女主戏，也是虽然不是大女主，但是戏份也挺多的，所以我肯定要全力以赴才行。果然是要当顶级声优的女人。这是我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，我一定要好好的，紧紧的，牢牢的握在手心。那你呢？人生都这么美满了，还有什么愿望吗？想知道。做顶级声优的男人。这句话有语病的。贝尔多，把眼睛闭上。不许偷看啊。慢慢睁开。有奖问答，看你资料背得牢不牢。请问秦桥是什么？你是不是又要说让人听不懂的话了？其实没有那么复杂，你只要跟我说秦桥是提琴的心脏就好。带你去一个地方。